看第十八题啊，他说 A B C D 是一个梯形的哈，那 A D 呢跟 B C 平行，而且角 C 哈这是90度了，那这两个平行嘛，所以这个都是90度。他现在他说这个跟这个跟这个跟这个平行的哈，而且 A E 比上 E G 哦，是等于多少呢 ？A E 哈，他说 A E。比上这个 EG， 啊，比上 GB 哈，这个是一比二比三，哦，这一比二比三呢，好，然后他说 AD 是等于十二，好，那 BC 是等于多少呢 ？BC 是十八，啊 ，CD 是等于二十四，哦 ，CD 这是二十四，好。那问哈，它梯形哈，梯形哈 ，E Z H F 等于多少？就这块面积多少？啊，这块面积我要怎么做哈？我就给它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。啊，问题是这个上底跟下底是多少？这个上底我在 X 的，这下底叫 Y 好吧？我可以用那个分点公式来做，怎么看哈？这个是。这把它看成一段嘛，那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这看成是 x 坐标嘛，这是 y 坐标嘛，哦，那这 y 坐标的话等于多少呢？这分点哦，分成的话，分成是一比二嘛，哦，就这一点哈、哦，它的 y 坐标，哦，啊 y 的话是这一点的 y 坐标，哦，你把这个看成是 x 坐标，就看成 y 坐标，所以就得到哈、哦，这 x 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就是套分点公式的话，就多少呢？就是一加二，一加二是三呐、啊，二分之一乘以 y， 它、啊、加多少呢？一乘以 y， 二乘以十二，二乘以十二，二乘以十二。然后的话哈，我们来看这一段，这一段的话呢，二比三嘛，哦，那一样是分点公式，就这一点的这个 y 坐标是这个，哦，那 y 的话等于多少？二加三是五，或者二乘以十八，二乘以十八哈，加上多少？加上三乘 x， 三 x， 那这样我就可以解出 x 跟 y 来。好，那这样多少呢？这样就是三 x 哈减 y， 三 x 减 y 哈是等于二十四，然后这个呢五乘过去嘛哈，五 y。五 y 哈，减掉三 x， 等于多少？二八十六，三十六。好吧，加起来，加起来就是四 y， 哦，这三 x 消掉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加起来是十六十，所以 y 等于多少？十一是四五二十，所以这是十五了。那 x 呢？嗯 ，x 带进去哈，三 x 等于多少？等于二十四加十五，二十四加十五，这是等于三十九。那 x 多少呢？三一三三得九 ，x 是三 ，y 十五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梯形的面积哈，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上底。上底13加下底15啊乘以高，好、哦、啊这个高是多少？啊我们知道哈、哦，这个比是一比二比三嘛，所以 FH 哈、哦、是高嘛哈、哦，等于多少？全部是24嘛，啊我把它分割成几等份？一比二比三，分成六等份了、啊，它得两等份，所以是六分之二，好、哦、一比二比三嘛，分成六等份，它得两等份。所以叫二三得六，三，三八二十四，所以这个哈是等于是八，哎八啦，这一段是八，乘以高八，八除以二，等于多少？这是二十八，啊再乘以多少？约掉二四得八，乘以四，四八三十二积三，四二得八九十十一。
所以是112的。